这种阿拉伯人呢，跟阿里西斯拉姆这样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那比如说阿里西斯拉姆在当时啊，非常的这个勤奋，每天呢礼拜，每晚呢增加护工拜，还奉斋。有一些当时的一些穆斯林啊和一些卡夫人，他们就说，哎呀，你看穆罕默德他多辛苦，他的主每天给这么多功课，使他非常的辛苦，这个辛苦。后来有了这样的这个阿依提，那么这个阿依提就说，哈哈，那么有人说哈哈是乃宾瓦拉西斯坦姆的名字，那么有人呢，这个著名家呢说呢，这是阿拉伯呢有一个部落从人们啊也有呢从这两个妇女的国家一起是。到马德勒呢，阿拉克的夫人阿尼利特是高，真高了，对乃宾瓦拉西斯坦姆说，我给你将士，或者我对你将士这个夫人，不是让你辛苦，离开始高啊，离在说不是让你啊，不是让你辛苦，就是不是让你太过于这个劳累，是为了什么呢？因为啊，他是开来一趟离曼尼耶和沙，是为了呢，让一些人呢畏惧啊，提醒一些畏惧的，给一些畏惧的人加以提示。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关于这个三个月，你这三个月连续封三个月的斋这个问题上，我想呢，你要因人而异。有些这个上岁数，由于这个疫情，这一段时间，从12月10号开始呢，放开之后，我们呢就是哈尔滨的三个清真寺发生了，每天都在发生。很多的一些老的这些前辈们，因为对这个疫情呢没有扛过去，都归真了。所以这个疫情，即使有的老人你在得了这个病之后虽然是痊愈了，但是呢都或多或少的对这个身体呢留一些不适。所以说我们呢在这个期间呢，我并不是说讲这个问题，说你讲的太宽泛了，不是，我们呢要根据自己自身情况来做我们的功课，因为真主阿拉给我们容易，不给我们困难啊。那么我们本来就是得了这个疫情之后，身体本来就很虚弱，在调养的时候，那么如果我们再连续封这三个月的斋，是不是对我们带来的身体的伤害啊？我们敬拜真主，我们虔诚敬意，我们要的是什么呢？真主不要我们的形式，而要的是我们的心。说修行真主阿拉在尊贵的古拉尼当中啊，就是告诫我们说：“第四面呢，是古兰班尼瓦尔尼，凡是开金开马和尼尔开，我们他在哪儿开？哎呀，他跑，印呢会比马跳呢龙呢的幸运。”那么这一节阿耶呢是古拉尼第11章112节，他的讲义是说，你应当按照主命而遵循正道，与你一起悔过的人也当遵循正路，你们不要过分。那么这个过分是什么呢？一个是做事的过分，而是我们虔诚敬意也有一个过度，我们不要过度。真主阿拉是明察你们行为的，是你们对真主阿拉，你们对他的虔诚，阿拉知道，而不在于形式，而在于我们的心，啊，而在我们的心。又接着说呢，这却是我的正路，故你们当遵循他，你们不要遵循邪路，以免那些邪路使你们离开真主阿拉的大道。他将这些事嘱咐你们，一遍一遍。那么这两节经文当中啊，反复的提到了一个什么？我的正路，我的正路就是中道之路。但是呢，
这个所谈到的正路啊，和这个儒家的这个中庸有一些相似。儒家思想讲究中庸，那么我在这个以前的时候呢，我认为中庸啊是一种妥协。其实我听到人家这个有一些大儒啊，在这个解释这个中庸的时候，人家说不是。中庸啊是什么意思呢？人家说中庸啊，就是在两者，就是利和弊之间，就是选择那个中间那个点，使其平衡，这是中庸。那么我们伊斯兰的这个中道也是如此。我们既不过为，又不拖沓。是不是我们做事呢？我们穆斯林有我们穆斯林自己的文化，有我们自己的信仰。我们的修养是什么呢？我们的修养就是中道。那么在据这个加比尔的传说，他曾经说过，我们的南边二七三当时为了向一些人说明我们的中的这个正路是什么，他就画了一条线，然后呢又在左边和右边各画了一条线，并且呢把他的手呢放在线上，中间的线上，接着就念了上述的两节古兰。那么根据伊本凯西尔的主将这个经注，他说我们伊斯兰教呢是讲究中道的宗教，上述经文就是证明了中道就是中正之道，也就是我们伊斯兰教们所提倡的正道。这也是真主安拉赐予我们的正道，光明大道。所以啊，伊斯兰教就是一个不偏不倚、谨守中正的一个教义。那么我们穆斯林应该就是坚持走这个中正之道的人。正如清高的真主安拉在尊贵的古兰经当中晓谕我们说 Bismillahirrahmanirrahim wa kazalika jalnahum wammaitan wasta， 这个 wasta 就是一个中正之道。利泰布努受害大阿兰纳斯我也哭呢，我也哭那个苏阿雷孔是黑的。这是古兰经第二章143节。这节经文的汉语翻译过来是，我这样以你们为中正的民族，以便你们作证世人，而使者为你们作证。所以呢，关于以上的问题提到了这些事情，我的主张呢就是适度。我们在我们的宗教生活当中，我们穆斯林就必须要谨守中道。伊斯兰教要求我们穆斯林走中正之道，不仅有古兰里的明文规定，而且呢乃比瓦尔辛斯良还告诫我们的所有的尔玛尼们不要走极端。学者呀是乃比瓦尔辛斯良的后继者，传承者，我们的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我们伊斯兰教育中的这些学者。所以说学者的学者的知识比烈士的血还要高贵，这是南明二次上说的。所以我们伊斯兰教育是一个注重学习的宗教。那么根据侯赛法尔传述，他说啊，那比瓦尔西斯拉姆曾经说，诵经的人们啊，你们当走正路，你们确实过于超前了。如果
你们坚持右和左，那么你们确离非常明稳。所以说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那么为什么要谈到了这个问题呢？有一个多斯提亚非常虔诚，他每天晚上都增加好多的佛礼拜，并且呢他自己呢还给自己呢啊增加一些还拜功的，这个自己规定每天要还多少拜功，使自己呢无形当中呢在晚上呢就使自己这个有一种病。后来他就跟我说，哎呀，是不是太劳累了？我说你是太劳累了，说你这样做是你为了求真主阿拉的喜去做一些佛功拜，但是呢你给自己带来的伤害这就是过度。所以说我们伊斯兰教里所说的中正之道，就是告诉大家不要使自己太过于这个辛苦。就像我们托阿当中所说的，妈在了那儿来盖的布让你李太师高，说这个李太师高，妈按在了妈李太师高，就是不让你去很辛苦，是告诫我们的南边二十四栏目，也就是告诫我们说你要连续的去这样，你这个三个月你封这三个月的这个斋，再加上这天天的在增加很多的夜间的拜，你想你一个上了岁数的人，你真的是承受不了。很大程度来讲呢，是因为在这个期间呢，还是疫情期间，它不是说这个我们在平时的这个自然状态下，在这个时候啊，我不希望我们把这个拜功做的很多啊，我们适度，要适中，不要过分。因为我们伊斯兰教们这个教，我们伊斯兰教的教规啊，是规定我们穆斯林要拜主、纪念真主、赞颂圣主，但是呢，也要讲求适度，反对过分的张扬。因为亲爱的真主阿拉在尊贵的古兰当中曾经说过呢，我是苦兰白开非奈夫西开他到了偶尔我黑白他，这是古兰经第七章205节当中所说的，你们当朝夕的恭敬而恐惧的纪念你的真主阿拉，应当呢低声的赞颂，不要疏忽啊，你不要疏忽啊。希望这个呢在尊贵的古兰当中第二章第七节也上也这样说的啊，我因太极哈尔比了高里的印来虎一二来摸一二来闷西尔来哎哎好，说你们大声的讲话呀，的确真主阿拉知道，那么你们隐藏着或者是你们更加隐秘的去做，阿拉也知道，说你没有必要就是高声的就是显示，或者是你做任何事情拿出一种姿态让别人知道我在做什么，因为阿拉知道，阿拉知道你隐藏的，也更知道你心中所隐秘的一切，你即使不说出来，阿拉知道，阿拉巴尔，阿拉知道。所以做我们来说，我们穆斯林来说，我们做任何事情而不要做给他人去看，我们没有必要去让他人去看。接着在第十七章第110节当中又说，你在拜中不要高声朗诵，不要低声默读，你们应当寻一条适中的道路，就像我们平时在礼拜的时候如是求的时候讲求我们要短念而不是长念，这就真主阿拉一是给我们容易不容困的，另一方面呢是要求我们在方方面面要做到适度。现实生活当中也是，我们做任何事情，因为我们是穆斯林，穆斯林应该在世界上树立一个很崇高的一个形象，我们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一个民族，我
们是世人的表率，是安拉特慈的名字。好了，今天我们共同学习的事儿，阿斯拉哈里贡。Uskundur rahmanikum Allahu Allahu ekb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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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yyuhayyu amna ilaha illallah Ayyuhayyu amna ilaha illallah Ayyuhayyu anna Muhammadar Rasulullah Ayyuhayyu anna Muhammadar Rasulullah Hayya ala sunna hayya ala sunna Hayya ala fanda hayya ala fanda Allahu Akbar, Allahu Akbar, La ilaha illallah. Bismillahirrahmanirrahim. Alhamdulillahi Rabbil Alameen, wa l'aqbatu lil muttaqeen, wa l'adwani illa imamu al-mursaleen wa khatam al-nabiyyin, sallallahu alayhi وعلى آله وصحبه أجمعين صلاة وسلام دائمين متلازمين إلى يوم الدين 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الحمد 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مالك يوم الدين إياك نعبد وإياك نستعين اهدنا الصراط المستقيم صراط الذين انعمت عليهم غير المغضوب عليهم ولا الضالين الحمد لله نحمده ونستعينه ونعوذ بالله من شرور أنفسنا ومن سيئات أعمالنا من يهده الله فلا مضل له ومن يضلل فلا هادي له وأشهد أن 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وحده لا شريك له إن الله وملائكته يصلون على النبي يا أيها الذين آمنوا صلوا عليه وسلموا تسليما اللهم صل على محمد وعلى آل محمد كما صليت على إبراهيم وعلى آل إبراهيم في العالمين إنك حميد مجيد ربنا اغفر لنا ذنوبنا وإسرافنا في أمرنا وثبت أقدامنا وانصرنا على القوم الكافرين عباد الله إن الله يأمر بالعدل والإحسان وإيتاء ذي القربى وينهى عن الفحشاء والمنكر والبغي يعظكم لعلكم تذكرون اذكروا الله العظيم يذكركم والله سبحانه وتعالى أعلم أقيم الصلاة Allahu Akbar, Allahu Akbar, Allahu Akbar, Allahu Akbar. Ashhadu an la ilaha illallah, ashhadu an la ilaha illallah. Ashhadu anna Muhammadar Rasulullah, ashhadu anna Muhammadar Rasulullah. Hayya 'ala sunnah, hayya 'ala sunnah, hayya 'ala al-fannah, hayya 'ala al-fannah. Kad qamat as-sunnah, kad qamat as-sunnah. Allahu akbar, Allahu akbar. La ilaha illallah. Allahu akbar. الحمد 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مالك يوم الدين
إياك نعبد وإياك نستعين اهدنا الصراط المستقيم صراط الذين أنعمت عليهم غير المغضوب عليهم ولا Thank you.